车贷不要说有人选举，不是啦，哎、欸，你华裔的嘛，你要懂啊，我来要你去，不你唔去吧？哎、欸，我是公职人员选举的，今麦还未结束呢，今麦还未结束，哎、欸，不管有结束未，无结束，你的竞选当中，你这样全部我要猜，好。你给我调动伊啊！我想要来给调动伊啦。你为啥？你这是违规呢！我想要来调动。我来，你现在秒，你现在秒，我再一阵。我就要你去吧。我就无电了，我就稍等下嘛。你咧？哎、欸，你啊，你话你有人叫你来，有人检举无？阮长官叫我来，我来处理，我唔管那多。我资料不足呀啦。我唔知安怎。我你要叫警察来，还是要安怎？拢无紧。好，你赶紧叫警察来。我正无电啊！啊，拄啊无电，你变啦？我拄啊。去借电话。看要多少，叫警察来。你物件先放的啊，你物件先放，因为你给我偷摕啊。什么叫我来偷摕？你要讲钱，我来开口。什么叫我来偷摕？我是公职人员，你那个违规。你违规悬挂广告，我有什么不可以提？没有，你现在才拿出来啊。你有没有跟我要证据？要我的证件？你现在才拿出来、啊。你有没有跟我要？我有没有给你看？好了，这样。你还叫我偷，说我偷你东西？我跟你讲哦，你为什么说我偷你偷东西？你我怎么知道你是谁？我刚才已经给你看证件了，你还这样说，有没有？我先跟你讲，你即马是要闹代志啊，是安怎？是你要闹，我要闹。你想要讲我爱偷人物件？你是爱翕起来哦？你下个有翕无？有，我拢有翕，我全部拢有。哦，你有翕，发偌济？你讲。我请你。好，请你哦，你发。好，你讲的。物件害我嘛？你讲的哦。物件害，物件害我无？我爱做了偌济钱呢？那是你的代志，你共吊在遐就是违法。啊你收电话，我会使去啊，摕落转来。我唔知，阮长官你决定的。林长官，你环保局里头，你甲我讲。市公所来楼。今嘛有上班无？有，我带你去啊。好，会使。哦，我带你去，咱派出所唔免去啦，去环保局讲就好啦。我看你有去无？我看你有去，我今嘛都啊无电啦，你要叫嘛？我全部拢有去，阮这拢证据拢爱交开去袂。有人甲你检举无？我唔知，阮长官叫我来。无啦，有人甲你检举？我唔知。无可能讲无人叫我来做代志，我来做代志。你算基站的就对啦，对。啊，顶届遐嘛你，对。顶届嘛你拆，对。哦，安尼都。违规广告都不行。顶届嘛你拆嘛，迄几地拢你拆。对。哦，安尼都。安尼来转来。就是讲你遮规路就古拢上款。好，转来去啦。好啦，啊你六楼，你话讲我伫，我一件拢唔知。我咧等讲啥人来拆。我拆，喂。伊讲要套广告，转去要人开单啦。啊，讲要甲转去六楼啦。来，你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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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伊讲伊是伊个环保局来啦，吼、哦，啊伊即马甲我伊个旗啊吼，甲拢收起，叫我去六楼，哦环保局吼摕着对啦吼、哦，啊要甲我罚单啦，吼、哦，啊伊讲顶届旗啊嘛拢伊拆着对啦，吼、哦，啊即、這个所在吼。哦，遮落遮对面就对啦，吼、哦！哎，无要紧啊，伊拆我落去环保局就对啊，吼、哦，六楼。